前发表会这个轻松活泼的氛围。没有错，因为金童发选这要带领着我们来颠覆传统印象，翻转世代的新视野。而且金童发选一直都知道，创新在于勇于翻转以及突破。因此，今日我只要带给各位的，正是一部 Cross the Land。而这部 Cross the Land 也一定是 RB 以及 Salen 的新物种。而拉晨的团队也不断在技术上自我精进，我相信今天上市的 SN 一定会成为各位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那就让我们一同来期待今日的发表会。那么在活动的一开始，让我们掌声来欢迎到的就是他的捷汽车总经理胡开昌胡总经理上台为我们致辞，欢迎胡总经理，欢迎。那么整 S3 呢就能够满足他的期望，我想再度谢谢各位的莅临，好，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总经理为我们带来的致辞，我相信各位也对于 S3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知道各位在购车的时候是不是都跟宇航一样，最重视的就是车体的外观呢？大家知道吗？其实一款车到底美不美丽，有没有具有流线型的设计，又成为了这款车款是否能够受到市场青睐的重大因素。而拉晨的车到底够不够美呢？我们的设计是否能够与国际级的车厂并驾齐驱？就与接下来上台这位贵宾有重大的关联喽。而这位贵宾也被国际级的媒体誉为世界级的国际汽车设计创富级人物。让我们一同来欢迎到的就是华创车店设计中心副总经理石志杰先生上台为我们进行说明。欢迎石副总。谢谢各位。谢谢。非常精彩的这地方要跟大家进行介绍，这次上即将进入的是更加深入的简报说明。让我们掌声来欢迎的是拉卷行销协理王伟明先生，上台为我们带来 XN 翻转世代 Cross the Land， 欢迎。欢迎王协理。喂，那么非常高兴再见到大家，祝福大家平安快乐，谢谢。谢谢胡总经理为我们公布售价，如此惊艳的车款具有如此亲民的价格，我相信对于许多手工族朋友来说真是一大福祉。而接下来正是我们今天的活动的重头戏，我们特别准备了一个翻转世代跨界演出，因此请所有的朋友们可以拿起你的相机以及设备，让我们一同来迎接今日的主角登场。让我们现在马上掌声来欢迎 SN 翻转世代跨界登场。
球员